这是奶奶，简直了，哦，简直了，哎呀，什么病都没有，是，什么病都没有，我关键是住着房子有福气，伺候特好，我伺候，这房子住着有福气，我伺候特好，你孝顺呀，这，这孤儿老人没结过婚，我收养，我收养，你收养的，啊，我还想收养俩，那我后来我就没地儿了。哦，那您真是这我想收，我在想收养俩，就孤儿老人，就是没人家里头，年轻人都上班了，没人管。哦，你说呢？我想收俩，我在想再想收俩，收仨。你说我这没地方，没有您条真件，是一个大善心人呀，没有这，条件，因为我帮了亲妈的有十来个人了，哇，他生活费就3000多，我哦，那那，保姆费，就跑去吃喝剩全是我的，像3000块钱他不行。那就不够那啥了，吃喝，对呀，你再有点洗身涮，体不舒服啥之类的，我在那什么什么都管，你说哎是不呦，是？真反正是，我还能闹啥？哦，那是，他现在就一个人，没结婚，那您是真没是结做了婚。一个大善事、大好事，积德行善呀，他们家嗯。原来都是搞军事，结婚前搞军事，跟日本。那些，搞的军事出身不好，然后拿那手工丢了，我66年了，那是你要没人管，那还真是我当问题。66年的受冲击了，你说呢？都军，他们家都军校毕日本军校毕业的，你想什么人？他爸37年让人炸死了，打仗。这样的时候就那啥子，他爸37年打仗，是蒋介石手底下的人，出去办事儿去啊，是了，给炸死了。那时候也打日本，咱也不用什么，那时候也打日本，死了。他刚出生那年，他刚出生，真的，我觉得挺佩服您的，他妈从22岁守寡，一直守到86岁，不能搞再搞，他妈。他妈就生他以后，从反那正以后，就从来再不搞对象，没搞对象。他那一阵儿也没那啥，他爸他妈不，他妈他他爸死了以后，那就66年，他妈受冲击了，就那六啥六了，年也对，受有冲点精神上，对，也不好，更不搞对象了。你给我整成这样，更不搞对象，那他。吵架。那是什么是原因促进您做这件做这件事？太不容易。我年轻时，我年轻时候就帮助人，因为我原来我最早在饭店当总经理，哦，17岁嘛，20岁那时候那当您这总是经理，饭店去总过经理，见过的，对，饭店当总经理的嘞，最早，波士小吃店，哦，我想知道，哦，那是，当时当过总经理，那当多过厉总害，经理，那厉害呀，那是七几年，七七几四年，年吧，当过总经理，完博了士我小吃小，你就这当领导的，对大领导啊，对，那时候我刚20岁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完了那时候，那什么嘛，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就有这个照顾人那啥，为做那个什善么事，为工人，完了那谋利益嘛，那么完了回来那时候。就那时候能干呢，是不是，是？又有团员，又有团员，又是什么这个表那个代表，优秀对，先进代表，对，他们连续10年，怪不得，太厉害了，我连续10年就是，我一看到您就感觉比较亲切，对，反是正有这是个好非像，常好的气质，反正就是说我在打，一般我听我在北大医院救了好几个人。北大医院，北大医院。就北大医院上班呢。我去出去骑车什么的，我看老头老太太什么，我挺困难的，我就帮帮，你知道吗？完了什么？你看啊，儿女都上班了，没人带他看病啊，就糊涂了，找不着家。
找不到家了，那真是真是救救人救人一命啊！妈，咱也不会打，咱也不会使手机打，使手打打车打滴滴，我也不会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给人家钱，我就拉到他家门口就行了，他就认家了。啊，真是！我也不会，我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自己出钱出力的啊！对，我跟那个我们家，嗯，就是龙博医院，嗯嗯，还救了一个老太太，也救了一个老太太，也是他从良乡跑到这儿来，不干嘛来了？哦，从良乡里边。那远的呀，跑到这儿干嘛去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说大妈，你干嘛呀？我也不知道我干嘛来上这儿。我说你没目的吗？你上这儿来吗？他说，他可能上医院找医院，嗯，知道吗？我说那完了，这么着，完了我们要找他儿子打电话。我说你儿子有电话吗？你知道吗？他说他又，他说你看遇见好人了，就那意思遇见好人了。是啊。说你看我妈糊涂，老年痴呆。我说你千万千万你注意，老年痴呆丢了。没法弄，没法找，没法弄。要不你甚至别一盘也别一盘。你问谁？问他，他也不知道。他说我就知道住通县，住什么通州什么什么地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他说住家都说的不清楚，嗯，你知道吗？那幸亏是碰见你了，对吧？碰见好心人了，才能。今天当我去路过这医院，嗯，买东西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然后完了，有一女的，也心眼也挺好的，嗯，真的，我们俩帮着呢。人家会使手机打滴滴呀、啊，弄糊涂糊涂糊涂，就完了。后来我说我你帮我弄，我说我也弄不明白这个。我咱们再做点好事吧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帮他都不容易活了，嗯、是吧？嗯，能帮就帮吧。嗯。